海滩啦。没事没事，元宝你不用担心。我们家女婿在家给大家做饭，我们几个出来玩了，带孩子在沙滩上玩沙子。啊，我还那个手头的我很下水的，不可以下水，要下水，一会儿大人领着可以，好吧？好。嗯。我自己不可以去。给我捡捡起来的啊，海浪会给你卷起来的呀。大家好，我是佳君阿姨，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的德斯汀海滩。今天这儿23度，天气晴朗，好像比23度还要高吧，感觉很温暖。这儿的沙滩是这种银白的，像盐一样的白沙滩，特别细，踩上很舒服。昨天因为是圣诞夜，很多人家都是狂欢嘛，彻夜狂欢，所以今天看起来这海滩上的人还不算很多。小海鸥，小个子。小家伙就跟这儿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工程。元宝，你这是在买桶吗？是。然后 N 多年后，人家挖了一宝藏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桶。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刻。是中午了，真的是越来越晒呀。德斯汀海滩位于佛罗里达的西北部，这里冬季温暖，自然风光优美，沙滩洁白细腻，海水干净清澈，真是个度假的好地方。